丢抖内额订阅我就扣子可达鸭或开加班台。我这样就算说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打麻将了，打麻将加油啊！祝福你们，记得穿红内裤哦。我没有红色内裤哎。那我明天从健身房回来去买一下内裤哦。我真的没有红内裤哎。红色内裤一直都不是我的首选。开台穿吗？感觉要，感觉可以喜庆一下。主播，你身上为什么都没有红色的物件？有啊，我有穿红色内裤。直接先讲，我连红内衣都没有哎、欸。主播买一条红内裤，主播过年拿出来走。明年一定啊，明年一定。今年我没有办法去租啊。明天问一下租不租得到财神爷啊？可过年应该大家都在休息了吧？应该也不会有人想要租服装啊。韩基哥的哪有啊？韩基哥的哪有卖、欸？现在有了你最好啦，你贴给我看，有我明天就去买，敢不敢？带情趣用品去，你说大过年情趣用品去有财神爷？红内衣跟红内裤真的是蛮色的，因为我觉得黑色这种大家就已经太普遍，看到不行了。红色不知道为什么是骚气十足哎，就是有一种就女生不小心就是可能什么衣服掉下来，然后露一个红色肩带，哇，这个来势汹汹。好啦，是真的要关台了啦！你们在那边因为一个红内衣、红内裤骂一堆人浮上水面，你们这些人臭男生，才七小时，不能跟加班的人讲，加班的再怎么说也是有一些推力在的，所以你要啥推力啊？不用。不是啊，我真的是满心祝福他们加班可以加完，希望他们那个加班是这个年可以加完，好不好？他们这个年是感觉有点，他们说不定二月没有关过台，会不会之后那个后面已经变成什么27天又几个小时？玩一次就知道，我不要，我不想给你们看睡觉，我睡觉挖鼻孔，你们都知道。单纯听有没有打呼？你们真是恶趣味。不是啊，我洗澡也要在这边脱衣服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台子开着真的很难好好睡觉，因为那会真的觉得就是在开台耶。哎呦，我们不介意啊。我最喜欢在外面把衣服脱完之后再走进去啊。很绅士个雕啊。对啊，如果忘记镜头开着怎么办？我还在那边看很久，然后你们死不告诉我有没有开镜头，直接脱，台就不见了。来我这边，你们就是来喘口气啊，对吧？我一样还是会开台，但我不会开的这么夸张。对，你们就是那边看一看，看到他们好像有谁快昏倒，赶快来这边跟我报告一下。我这边就是里长泡茶室啊，我最喜欢你们去外面巡逻一圈回来跟我讲一些状况。主播，现在那个谁谁谁怎样了？哇，我给呛一只的羊群吗？我笑你们羊群不敢，快教育他。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啦，哦，没有那个加班条，没事。我现在就是在羊群的边边，在那边跟外围的小羊打架。我看到每个人的台都是红包一条，然后加班时间到那个倒数一个啊。我没有加班的那个倒数计时器啊，对不对？还是等一下有人，等一下就有人说，我举手，就说我帮你计时，所以你是要计时计吗？我觉得你们在赶鸭子上架，呱呱！你们是不是在赶鸭子上架？我要呱呱叫喽，呱呱呱呱！差祭品了，请讲出来。不是啊，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刚说今天开始守岁的，我靠，我刚好像真的有讲这话。小羊的威力一点点，感受到一点点小羊的威力了。那这边我们谈兄姐，我们讨论一下，请问这东西呢是
是得祭品，祭品加加班，还是祭品跟加班择一？可以聊一下吧。加班哦，加班也是祭品哦。对，我开始妥协了，我开始妥协了，好恐怖。我现在正在思考，到底是要办可达鸭好。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人说过我长得有点像可达鸭。我刚刚在呱呱叫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可达鸭哦。就有人拿了一个可达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这长得有点像你，送你吧。我一脸懵的把那个可达鸭拿走之后说谢谢，然后看了一下他，有吗？我没有嘴巴，可能不像。”可他也没有表情啊，怎么可能长得像可达鸭？有懂内额订阅，我就 cos 可达鸭或开加班台。我这样就算说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这样算吗？我这不是，我不是周的人。哇，你们是记者哦，你们是记者哦。我真的气到脸都红起来了。让我怀念一下五分钟前的瑞比，还是自由之身的瑞比。你迷路也办过了，可达鸭一定没问题。谁有可达鸭 cos 服啊？可以到那大致上落在哪里？这个我比较对，这我没什么概念。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很赤裸，你们知道吧？我现在很赤裸哎、欸。那我就还要去后面升那个条出来。你开一个你觉得不可能数字。不然就三千，要不要？三万四有点过分了。确实，刚刚讲出来，我不能。那你现在多少好了？我现在就277嘛。聊天室要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五分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五分钟？但是做棒式的时候一秒很久。我会不会变成全世界最可爱的可达鸭呢？cos 可达鸭，可是这个它长得有点恐怖哎、欸，抓到这个，不过我妆没有很好看哎、欸，哦，它这样子正常一点啊，有没有它这样子正常一点？啊，我原本以为你们只是传梗图给我，我就把梗图东西都念出来，我竟然开口说我不会让这东西出现，我快笑死了！小米笑了，妈的，臭羊，笑掉你的羊齿！现在实况都在图奇进行，所以快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还可以进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玩哟。